你看，我看你身上脏不脏，要不要给你洗澡？你这一夜睡了什么呀？怪不得你到现在没找到对象呢，这么不注意形象，谁喜欢你啊？走吧，我见有人问这个水是凉水还是热水，其实冬天一般用热水，夏天一般用凉水。先从腿部开始冲，让它感受一下凉水的温度，没有反应了再给它冲身上。起来漱个口，咬住，背上淋上沐浴露，再用刷子给它刷一刷。妮蔻的肚子下面也要给它刷一下，大腿的根部。动啊，把你鼻子刷一刷。你抬那么高干什么？身上的沐浴露冲掉。动啊，给你屁股冲一冲，把它身上的水全部给它刮干净。回头看一下妮蔻在干什么。发现我了。